Thank you.
用，我个傻子是你个状态的，好坏。喂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唔会有减速时制噶。这个世界怎会咁容易？就我学都话将我逆境又要重新去管理，而家乜都做唔到，咁一个人咧？现在加入逼人看三次消息一定要死了，什么意思啊？现在
再繼續。我決定今晚無論幾多繪畫都一定要進行神功。今次嘅任務入邊，一直都警察追我的 BB 聲都受住嘅，因為警察惡得滯啊！呢個人，我覺得我唔好講成日講得呢樣。如果係咁，我好大罪啦！我就要做到，不過都唔算係咁輸咗，而且唔冇辦法再以講過嚟搏嘢咁死咁喎。But be careful， 聲明咯，如果你就算係舉報人，濫用此程序可能會遭到帳戶陳同，或是要承擔第二啲嘅法律責任啊！一件好嚴重嘅事件嚟㗎，如果提出不實聲明舉報情況，係會被終身處罰帳戶，被遭到陳同，或是承擔法律責任啊！哦。人工哟，呢轮咩事啊？六十四粒钻石至到四粒钻石至到几百万粒钻石，先可能有机会需要人做服务费用啊！服务费用冇理由咁夸张噶。服務費用真係寶石量一定升得越大越嚟越大，由初初只需要俾四粒嘅，而家增加到可能要四千幾粒。警察喺度同只狗喺度汪汪聲嘅，近排啲時間，我哋應該係玩得太多，或者應該係唔可以再玩咁多，就成日鬧交，可能因為平時你知我啦，雖然已經長大咗咁大，但其實我啲行為一成不變，可唔可以話點啊？咁可能冇辦法改嘅，終身應該都會。如果改足十一二年都仲未改嘅，唔係攞嚟打仗啊！我成日輸有咩用啫？成日玩嚟講真一句，唔好跌再輸啦！除非冇時間先可以用，都比較嘅充
用死方法立刻整停佢，立即唔再玩游戏。终结嘅其中一个好方法就系呢一层，再用氧气凝固一片石，画喺顶上。